好，欢迎大家收看我们 HKU 2018联赛第二站，正式计分的联赛第一站，其实正式计分第一站来的，我们叫第二站。那沙井今天玩反跑，哇，今天有21架车跑的组，那也会同时带出哪一个代表 HKU 玩下个礼拜周联赛的。因为不说 Hammy 头车、West 二车、三车、斌四车、东五车，又是东的六车黄士忠，不说所有车进入直路即将会起步啊。入了直路 Acceleration 松熄灯，一熄灯所有车起步，暂时叫顺利的，看看入第一只弯有没有事先。 Hammy 带出了 Hammy Chan， 今天 Hammy 和 West 是这样捏的，哇，联赛组果然技术好啊，顺利啊，今天他们三只起步都很漂亮，真的我都是给100分。 Hammy 带出之后，后面就 West 再来紧随其后，有斌黄少忠的铲了上来第三名啊，已经忠哥在这里，那就看看，还有 Eric 井会赛车手都过嚟玩下今日，咁啊 Ernest 啦，话条 Ernest 话条颈甩咁滞喎，嗱插下插下，爸爸东杀咗上嚟第三位啊，过咗阿钟哥喎，黄少忠喎，哇嗰晚食饭同阿钟哥倾偈真系开心到极端，一个鲜为人知啲好多秘密啊，自己再同大家分享下先。咁而家嗱点样投车先？投车仍然系啱啱 Henry 带出咗啦 ，Henry 师傅，爸爸都 Henry 师傅，爸爸都 Henry 阿斌啊。合咗又系M&C 話似係 M&C 之後 Sam 哥，嗱 Sam 哥咧就好大決心去鬥全年聯周年賽嘅，咁但頭先咧就有個小意外俾人炒到，就有啲唔開心，希望佢而家喺第七名呢個位置可以撐上去攞一個名次，可以代表 HKU 先，咁啊希望以一個公平賽事啦。咁嗱而家一二名咧走開咗出嚟噶啦，已經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哇一串龍係冇分別嘅，成串龍帶起啊！咁啊爸爸東喺第三名。Kenji 殺到 Kenji， 嗱 Kenji 之前架車咧有啲唔係咁理想，而家咧 Kenji 過咗，睇下有冇正常發揮先。嗱，見阿 Hammy 同阿 West 啱啱衝過下邊啦，哇！跟住一串一大串車一抽喺度入緊 T 一，第一隻哇，好似有隻擺一擺，好似 Eric 井都喺裏邊啦嗱。Jordan 而家喺我隔篱，睇下等紧帮一帮手报一报而家嘅名次。头车 Henry， 二车阿 West， 三车爸爸东，四车Kenji， 五车钟哥，六车阿斌，六车阿斌定Sam 哥啊？阿斌，橙色头盔。哦，橙色头盔阿斌。七车 Emma。咦八车 Sam 哥啊？四十号阿东。啱啱有个冲入内档想过阿东，过唔到嗰边过嚟嘅咧？跟住 Anson Tam 就比較後邊啦，咁嗱，哇！咦，啱啱眼翻呢度 ，Hammy 同阿 West 又對決咯喎，頭先佢哋玩咗好耐好耐啊，兩個得46、47咁咧，好犀利啊！嗱，爸爸東而家個位置手都幾靚啊，喺成串龍裏邊嘅隊頭啊，跟住 Kenji 殺咗上嚟，跟住阿斌、黃少忠、Edmund， 阿 Sam 都墮到幾後下咯喎，見佢。咁佢而家呢個位置應該未必夠資格代表 HKKU 啊，即係個名次上，我哋今日有三個位，我哋總共有六個位。咁以賽事勝負嚟計嘅，咁而家唔好講住 ，Kenji 啱啱過咗爸爸東，我哋叫阿爸爸東咧，兩個阿東，我哋有個阿東，我哋叫爸爸東啦呢、這個。跟住後面話 Jimmy 喺好後啊，再嚟阿 Jack 哥啦，跟住再嚟阿 Kenny 發咪嗰個叫，哎呀太多人我記唔到，唔好意思。哇！阿 Hammy 眨下眼又過到嚟呢邊咯喎，哇！另一條大色路。有一條大直，哎嗱佢，哇你啊，係啦嗱，我覺得爸爸東呢下咧自己係有少少失誤，講真，佢Kenji 行翻自己先，佢有自己擺一擺啊，我覺得佢自己，啱啱我好似影唔到，跌個亞軍出嚟，係啊，嗰個位佢自己係有啲問題，佢自己無端端擺油，咁應該唔關 Kenji 事嘅，我睇。哎呀，咁都係有啲可惜啊！爸爸東今轉起步圖都幾好啊，揸得，但係早段都揸得好嘅，其實頭兩節真係，但係一緊張就咁冇辦法。嗱，咁我而家睇翻個賽果先。咁而家頭車仍然係阿 Henry 搭阿思和阿 West 啊。頭先佢哋兩個好近好近嘅，但係而家又分翻開啦，分道揚镳咗啦。過 Kenji， 阿斌啱啱過 Kenji。跟住六車嗰邊過嚟噶，黃少忠五車黃少忠，六車 Edmund， 七車認唔到邊個啊？邊個啊？阿 Anders 啊？八車係 Sam 哥。阿 Sam 哥架車似乎有啲難度啊，飆出嚟嘅話，見佢出唔到呢個重
森林啊，簡直係重現森林啊！哇，細佬俾人夾，誒佢攞翻條內道，達成唔到。嗱，四十號車阿 Sam 哥喺度，咁跟住再後邊咧就有阿 Ernest 啦，好耐冇翻嚟噶。後邊 Jimmy 同阿 Jack 哥就喺度玩緊，墮得比較後啦。咁啊，鏡頭啊，揾車，邊個？嗰度最遠。邊個嚟嘅？睇唔睇到？唔知，大佬三。冇事冇事冇事，好地好地。咁啊，睇下咩事先。咁啊，救援即刻去睇緊噶啦。咁就我而家會回報翻，睇下有咩情況嘅。多倫博隔離，睇下有冇個 walkie 俾我，唔該你。係啦，即係要個 walkie 先。嗱，初步睇車手冇事嘅，我哋睇翻阿救援佢呢邊而家，佢即刻去睇緊有咩事。我哋有專業救援嘅。嚇！啲專業救援亦都係做開正式房車賽事啦 ，CTCC 啦，澳門房車啦，嚇！咁我陣間會問一問個情況嘅，暫時仍然係出住黃旗嘅啫。嗱，呢啲賽事咧，我見到阿黃少忠黃旗呢個情況咧，我要等陣要再睇翻呢段片先。六分鐘呢度，哦，車手冇事啦，翻翻嚟啦，呢啲其實都經常發生嘅。咁嗱，睇翻賽事先嚇。啊！頭先嗰個咧有個唔知名嘅人咧，可能係 Eric 井啊，唔使住裝就唔該。咁我而家嘗試揾翻頭車先，嘗試揾翻頭車先。哎呀，個車甩鏈定係壞定力喎？似係阿 West 嚟噶。哦。哎呀，阿 West 嚟噶，擺低咗冇辦法。哎呀！哎呀，真係唔知咩事，唔知甩鏈定係冇定力啦。冇關住，嗱，而家嘗試 Jordan 幫幫手，我哋跟翻曬啲車手先。嗱，頭車 Henry 就自己。獨領風騷噶啦，已經有個炒咗喺 T 三。嗱，呢班車手都好熟噶啦，黃旗都唔喐。嗰個係咪 Edmund 嚟噶？跌咗喺草堆嗰、那個。睇唔到。好似係 Edmund 嚟噶喎，真係。唔係。一係 Edmund， 一係 Eric， 似係 Edmund 啊！你問我。嗱，因為而家個情況好微，有啲混亂啊。因為啱啱個反車意外之後咧。亦都發生二車阿 West 喺呢度，頭車 Henry 冇人威脅佢，但係佢本身已經 secure 咗一個位去鬥聯全年聯賽周年賽下個禮拜。咁我左東右嚟。係啦，呢個我哋新例嚟嘅，車手如果撞車出咗嚟咧，係唔會翻入嚟嘅。嗱，咁我哋而家睇翻賽事 ，Henry 頭車啦，二車嗰個好似阿斌嘅咯喎，去到。係啊，阿斌啊。嗱，阿斌跟住就阿 Kenzie。再數的是 Eric 井嚟嘅喎，唔得啦，唔該。咁我哋講記得啊，唔阿斌 Candy 再嚟 Eric 井啊，玩會賽嘅車手，跟住再嚟黃少忠阿東。啲聲哥都貼咯喎，貼四五六，啊喺五六七。嗱，以而家聲哥呢個位置咧，佢一定要過咗阿東。佢先至有得玩全年聯賽，睇下佢過唔過到阿東。阿東絕對係一個好難纏嘅車手嚟噶。最慘佢前面再，最慘佢前面仲有個阿鐘哥啊，黃少忠啊，黃少忠都唔係省油的燈啊。佢前面有十。我 Sam 哥喺度成功嚟。嗱，而家嗱呢段緊要就係 Sam 哥對阿東。嗱 ，Sam 哥要盡快解決黃少忠，仲有四圈嘅比賽有難度啊，我覺得。係，而家已經唔係講緊攞杯先，今日因為阿頭車廿八 Henry 已經衝咗一個窄，贏咗一條直路。而阿 West 都自動收咗皮，咁我哋而家睇翻啦，嗱阿斌二車 ，Eric 井過咗三車 ，Kenzie 四車 ，Kenzie 四車個位置咧就幾好噶啦已經，因為 Kenzie 已經 secure 咗周年賽個位，當然要跑得曬先啦。嗱最慘阿 Sam 哥墮咗落去阿黃少忠個陷阱裏邊啊，而放咗阿東走啊，咁阿 Sam 哥如果呢個圈搞唔掂啊，鐘咧都黐唔到上去噶啦，而家就要睇下擺唔擺到落去。唔得啦，阿鐘哥都唔係弱噶，好老實講，講真，大家都係鬥，又冇真係冇必要讓，我都講明係大家盡情玩得噶啦，唔好理全年聯賽位先。咁阿鐘哥雖然同阿而家 Sam 哥玩得好開心啦，但係阿 Sam 哥內心深處仍然係我咁有點忐忑，諗緊死啦！阿東越走越上，我就喺度跟住阿鐘哥墮正佢。而家呢個排名咧係啱啱就係跌落一個位，玩唔到周年賽嘅。咁嗱，阿斌順利 ，Eric 井三車。四車 Kenzie 反而放咗阿東上去啦，但係阿東同 Kenzie 其實係只要佢哋喺呢一 pair 車過咧，就會係佢兩個代表。三圈加埋頭車嘅 Henry 總共三個人一齊去鬥全年賽。嗱 ，Eric 呢下有少擺開，即刻俾阿 Kenzie 攝翻上嚟啊 ！Eric 呢下唔知咩事，有少少一個小動作失誤啊。阿斌呢場就穩定。阿東。
咁啊，而家又要睇一樣嘢啦。嗱，我一放到好遠啦，其實阿東可以過埋添喎，有機會。但係佢哋而家主要睇下 Sam 哥搭埋黃少，Sam 哥過咗黃少忠，但係已經浪費咗太多太多時間，浪費。仲有三圈佢哋咧，嗱，只要阿東同阿 Kenji 順利完成而家呢個 position， 不論再喺呢四個位置不停搞都好啦 ，Sam 哥殺唔到上去咧，咁就會係應該就會係頭車 Henry 啦，阿東啦。Kenji 代表 HKU 呢三個名額今日電出咗，禮拜日再有三個名額嘅。咁啊，頭阿斌唔係嘅，阿斌因為佢不合資格嘅，阿斌冇鬥 Grand Final。咁而家頭車阿 Henry 咧真係有啲唔好意思啦，我都影到唔知你去咗邊啊！嗱，所以咧其實而家咧佢哋喺呢一 pack 嘅車手，尤其 Kenji 同阿東咧，其實要好點講咧，要好小心咁思考，究竟你想保住個聯下個禮拜玩周年賽啊，定係而家盡量立分？其實你諗講翻阿東啦，係 Kenji 而家，阿東又講翻應該會講 Kenji 啦。嗱，頭車咧，阿 Henry 咧就真係唔好意思啦，你而家走咁老鏈咁遠就撞山灣喎，佢哋而家呢班先係入尾。可以，等陣落去 Jordan 幫手。有冇事啊？冇事啊。哦，你係反車喎。係啊。哇，飽喎、啊，攞下經驗啊，阿 Michael 啊，今日你班 friend 都係黑仔啊。iOS 就斷鏈啦，係咪應該？好啦，唔講住啦。啱啱阿 Michael 喺隔離，啱啱佢有個意外，不過人冇事啊，上嚟做埋旁述添，仲喺度，冇事啊。點解會反嘅？前面架車 spin 咗，跟住佢仲喺度留前，跟住我行外彎走，跟住就直接俾碌上去。冇計，一大好咗慢速。衝線。哦，衝埋線啦，真係唔好意思啊 ，Henry。嗱，咁啊，應該 Sam 哥就問水啲咯，喺後邊好厚啊。好，再影埋呢一組車啦，第二名阿斌，三車 Eric， 四車阿東，五車 Kenji。阿 Sam 哥就好無奈地跌咗落去第六名，就代就冇得玩啦。咁啊，下年嚟過啦 ，Sam 哥。係啦，因為你今日都好多意外，又撞車又壞車啊。係啊係啊，但係行咗出去啊。上頭咁，張頓幫我落去叫 Medic， 唔該你，幫我睇洗一洗個傷口，搞掂。好，賽事順利完成，多謝大家收睇我哋 HKU 星期六嘅賽事，禮拜日再見。